我查清了，地点名单，再不抓就来不及，就抓不到了。你俩这是干什么？这不就是给我添乱吗？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说让不让抓吧？这什么？当时你们俩不成心嘚瑟吗？我发小视频啊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我是。啊？那死了！就该干这瞎活。这十四个人，你们能抓得了吗？要不是我敢，我就差点把这条腿废了。你们两个还在站在这跟我讲话吗？好好看啊，看看这儿，打拐的时候被砍的，头都差点没了。就你俩有是不是？看看我这，这就是刀伤，这是枪伤，就是你说的，要多一个好警察吗？还真让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，你放人进。不好意思。